弟你我他。老师好久不见。你好。一个月见一次，真的，我们剩几个月见一届，公斤呢？大概我老那个咱的导播老师讲哦，哎、欸，什么时候要拍片呢？你知道我的是什么心情吗？你有看吗？惊涛骇浪。惊涛骇浪有两种的心情，你感觉嘞？我感觉，应该是做其他的心情。哦，不对，我都说，哦，我要吐，安尼啦。啊，无你问伊点啊哈哈，爷嘛，伊大哭啊。你有没有问我在减肥？老师，你有没有发现我变美了，变瘦了？我这样一个月这样子瘦了5公斤，有没有感觉？有，很漂亮。对，我已经甲问一届，伊讲无，我讲把这个给呕出来。只要甲问一届，伊就唔敢讲无。我讲你把照片认真看。伊讲我唔相信，讲一个月我就3-5公斤，这老师真是。不可能，一个月3-5公斤，很纳闷呢。是叫伊阿五吧？空空哩嘞，唔知性格的物件，我好用哩嘞，空空哩。老师，哟，你讲你平时食啥？我，食肉尔，还有食菜啊？我食菜，无食饭，无食面。啊，你有话，即来来来，赶紧来甲我照一。来来，老师，你坐一连凳，你坐一连凳，你坐一连凳。哦，这你的脚凳，性格上面拢无咧食，甲食饭，无食饭，无食，无食米粉，甲食菜。拜托一个，有闲来找我一个。我叫阮头家卖你较俗一点。这拢题外话。重点就是讲，这个月邀请的咱的这个特别来宾，我阿梁西来，不是要来谈天说地，不是要来种比胖瘦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来比厨艺。但是呢，我都唔捌来煮啦，我都是负责在旁边那个说说话啊，然后洗洗阿店啊。有啦，你嘛煮足济呢。真的吗？谢谢我阿梁西。你也嘛煮足济，大部分拢嘛你煮的功劳。哦，那你的心好软哦，那怎么叫真会讲话、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伊安尼啦，无啦，因为今日吼，我会讲着心很软，因为我知伊今日吼带来这道菜吼，跟我们心软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你今日带来这道料理，啥物物件？心太软。哎呦，心太软啊！心太软哈，有啥？其实我来讲，这道菜我捌做过，但是呢，我都有先甲咱的这个阿良师请教，伊的心太软，甲我当初做的心太软无啥共款。啊，咱等下吼，等咱就是去爸爸妈妈来，迄个请教咱的阿良师吼，伊的心太软，到那边他做出的伊阿良师的独特口味，好不好？哦，来来来，阿良师，你今日改的心太软，到底是什么料理呢？哦，咱今日是用的是迄个纯蜂蜜，纯蜂蜜，纯的哦。嘿，你买使用桂花酱，桂花蜜，桂花蜜，它也是蜂蜜来的染桂花呢。哦，啊，嘛是纯蜜的对。对啊，对对，啊，你买使讲。我安尼要用要是乌梅买晒哦，好乌梅汁哦，乌梅汁系买晒哦。咱即马叫是红枣，红枣，红枣你也使拣较大片的，较大片的。即像讲像即大片哇，遮水哦。啊，你个浸好吸饱，那爱浸冷水啊，浸烧水，浸冷水得，浸冷水就好啊哈。让它吸饱水分吗？对哦，了解。哦，啊，青花才是点缀，青花啊菜，嘿，点缀啊，最主要是糯米粉呢。安尼，我来看咱到底阿良师要做出伊的这个独特口味，心太软，免哪做。伊这糯米粉哦，其实唔免介济啊，伊会使做足一粒的。真的哦，安尼差不多一杯。我要放糯米。好，一杯糯米粉。阿哥爱放啥物？糖吗？一汤匙的迄个糖。啊，温水。OK。你卖一盆甲倒来。好。倒过阿哥阿壮阿哥。这边比例啊，你这样是要给阿姨暖像迄个咱咧，安尼软软安尼像迄麻糍的感觉吗？好，啊，过来来吹吼，用吹啊，对，我今年用纸，我用鹅纸，原来它是用真的，对，还要吗？要，来，你要你就说嘛，为什么不敢说？你说，凤珍，我还要。我就帮你呀、啊！你刚刚你讲讲起来，我嘛哪里还需要呢？你老是讲客气呀，你哈！我你唔好做故意嘅，故意生几个？啊，唔过故意甲这有靠关系。有啊，迄故意都嘛唔敢人烫衫烫裤啊！你故意生几个？故意生几个啦？我这边使讲个秘密。生咧三四个，我知啦。我有问过帮啊，讲生咧三四个，讲叫故意打。哎呦，哎来来来来，即马好啊，吼，差不多迄、那个。诶，咱的糯米粉
啊，落去浇迄个温水，啊，即马要安怎处理？甲迄、那個、啊，用一个变的啊吼。哦，爱甲迄籽挖出来吗？对啊。即人哪像咧做手工啊呢？哦。啊，用一个手术起来呢。啊了，你就是染一下色。哦。哦。甲用啊软软。啊，两边。用好安尼长高长高。哎，安尼好啊。烫就好了。对啊。安尼好。嗯。安尼咱等下甲个手术就好。啊，这桂花蜜得甲吊水，再吹开头十分钟甲浸落。是，像安尼就好啊，袂伤甜。你啊，春蜜吼，看你几粒啦，你啊较济。啊，看你做偌济，诶，迄种迄个咱的迄个心态软就对了。哦。你甲雕开的。是。啊，像这咱用烧茶较紧啊，对不？这平时咱买迄个春蜜吼，就是雕开的啉。好香哦！你甲啉看麦。我好刚看好不好？看有顺无？很香啊，直接都闻到都香啊。好香。它是纯米啊！我看见这里对面，我看超级香，哎、欸，有草莓的口味呢。站在苗栗这边草莓的那个所在味，好，阿那蛋姐蛋老师哦，其实他已经有带成品来了，已经好的成品马上呈现，你来的第几期观众评委米桃晴，蛋姐马上回来。哇，已经隔一天了耶！骗你的啦，是老师提前早隔一天啦。哇，隔一天啦，人肯定在招待呀，吼，对不对？来，原来老师吼，你看为了要吼做咱的这个美食天地吼，已经一天哦，他就先帮我们把这个心太软了，已经泡了一个晚上，哈、啊。然后呢，再把我带观众朋友讲，你如果做好，你得让像安尼很居家，咱就给伊浸在内底。啊，比如讲啊，咱今日要请人客啊，吼，也是咱的今日是要等阿孙要等来啊。直接给盛盘去，对啊，喝咖啡嘛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帮你打开吗？可以。哦，哇塞！这样子就是讲已经吹十分钟，吹十分钟了，给放好冷。啊，像咱拄啊用迄个蜂蜜有无？啊，给泡迄个咱的矿泉水，还是恁到开水泡泡的了，啊，又给浸起来的。好啊，然后就可以盛盘了，老师。对啊。其他有哩啊？有一个。水哦，赞哦。下午茶的感觉。水哦，赞哦。哎，其实哎、欸，我可不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酒？酒，比如说也可以啊，威士忌啊，对，加一点威士忌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哎、欸，可以加一点点嘛，让你这个威士忌很棒，好，所以讲今天的这个心太软哦，今天老师就赞的呢，我讲这吼、個、你一定要学起来啊，然后简单方便够营养，啊，加红这对咱身体够好。这卡在做吼，比较简易化。对呀、啊。啊，对咱身体够好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请人客，也是咱自己要吃够方便，对不对？对。感谢着咱的阿良师，感谢我们的心太软。咱后日厝咱的阿良师要过来出什么好料理呢？下次见喽，拜拜。